主角逃犯忧助，有一日为了救一个细路意外身亡，不过他的死是凌驾预料之外的事，于是阎王的仔即是小阎王就赐了一个重生的机会给他，要他将一只灵界兽的蛋孵化。幽助得到一只蛋之后就立刻赶去原地，几经辛苦终于成功将肉身保存下来。桑原被苦苦相逼男子汉的誓言，你睇下，你睇下，只蛋喺度活动紧，咁咪好咯，咁即系话好顺利啊！好嘢啊！佢一定系吸收咗善良嘅心嘅力量，不断咁成长紧啊！呢层我就唔知啦。不过谂落都几烦噶，小阎王话要做好事，究竟咩先啱咧？如果你系认为成日挂住形只系咁跟住佢嘅话，咁就一定唔啱啦。哎呀，多事啦，我都冇打算要咁做啊，只不过有啲不祥嘅预感咋嘛。你都明知道唔可以再上桑原嘅身㗎啦，你真係呀。你讲乜嘢呀？我咪同你讲咗要5000英㗎啦，你咪喺度炸低唔知个靓妹。唔使麻烦啦，成个人包攞嚟啦。咁样唔得㗎。你衰人啦、正正地就自己攞出嚟呀、停手！是桑原？你哋几个就系成冤中恶嗰班人啊，系嘛？身为男人居然虾女仔，莹子啊，你不如走先吧啦。不过你走啦，我哋会搞掂噶啦。牛姑马大居然虾个女仔，我系绝对唔会放过你哋嘅。听住，我而家就俾个机会你哋出手先。死啦！桑原打起交上嚟又几犀利噶，好睇啊，打得好啊，真系离谱嘅！你哋几个又是喺出边聊事斗非，居然同成渊中学嘅三年级学生集体殴斗，打到口肿面肿，有冇听我讲嘢啊？呢排你哋越嚟越放肆，实在太唔似样啦！唉，又要听佢发噏风。佢哋救形子咋嘛，咁都要听佢发噏风啊！啲老师啊系咁噶啦，佢哋唔会理系咩原因噶。你哋唔似有悔意喎，系咁冇办法啦。大狗宝，你得到学校嘅批准，而家做紧兼职，系特别通融嘅。啊，系啊，老师，由今日开始取消。喂，你咁样算点、啊？打交同兼职啊，根本就冇关系。啊，今次嘅事就请你放过我啦。我嘅屋企得妈妈搵钱咋，细佬同细妹而家仲好细，我唔做兼职搞唔掂噶。哎呀，老师啊，我最多系求下你啦。打交嗰阵啊，大狗宝冇喐手噶，佢哋伤成咁，全部都系我做噶。既然你开到声，我姑且放佢一马啦。不过有条件嘅喎。你话条件啊？冇错啦。由今日起一个星期内都唔准打交啊！一个星期，如果呢段时间之内对方嚟寻仇，咁我哋点算好、啊？两个钟头就可以嘅，两个钟啦。桑完啦，一个星期就可以啦嘛。你可以做得到咩？桑完，我哋咁讲都为咗你着想噶咋？你应承咗我噶啦。今次咁搞法认真大件事啊！呢班一向唔守诺言嘅人，今次一定会自掘坟墓噶啦，岩本老师。除咗蒲饭优助之外啊，嗰几个蠢材就系最中意打交。今次好啦，趁呢个机会赶桑出校。学校冇咗蒲饭优助，跟住赶埋桑原出去，学校股价就会飙升。唔怪得啦，原来佢哋有阴谋嘅，佢哋两个简直就唔系人嚟噶。
咁嘅老师都有嘅，真系卑鄙啊！唉，真系越谂越唔顺气啊！咁多位，拜托晒你哋啦！妈妈而家病咗，暂时都唔可以翻工住，全家人嘅使用靠晒我嗰份兼职噶啦。啊，又睇唔出佢原来咁惨噶，唔使担心啊，大狗宝，最多咪唔出街，喺屋企瞓觉咯。大丈夫要守诺言嘅，爽完啊！既然决定咗咁样做，俾成渊中学嗰班人见到，咁就麻烦噶啦。你哋两个都系快啲翻屋企吧啦。睇嚟桑园真系好有决心咁样，不过唔知佢掂唔掂呢？估唔到呢个桑园又真系几为得朋友噶、哦。桑园呢份人得把口嘅咋，你睇住嚟啦，唔使几耐佢就会同人打交噶啦。真系？啊？等你打架嗰阵，我就捉住你。明石，系啊，今次桑园一定会跌落佢哋嘅陷阱啦。桑园，等你好耐啦。呀，咁就弊啦。桑园想争冇咁易啊？你咪怕咗我哋啊？我唔走亦都唔匿埋，你要同你哋玩下。你只系得一个人影枪搞胆识喎，今日要好好地同你算翻琴日不账啊！啊，冇所谓啊，你哋即管放马过嚟啦。系啊，我都话咗噶啦。快啲喐手啦，快啲喐手啦！不过我系唔会出手嘅，你哋打到条气顺咗啦，就好快啲扯啦。吓咩话？啊，好有型喎、啊！喐、啊。还手了嘛，我是等着你还手的桑园。桑园啊，做什么停下、啊、还手了。佢真系任人打喎、啊，我都等佢痛啊！但系点会咁噶？你哋打我唔紧要，大力打啦！不过我求下你哋，千祈唔好搞佢哋啊！你冇即刻讨价还价，我条气仲未顺翻啊！估唔到佢咁忍得喎、啊，我要出个地笼先热得啊！阿桑园呢番面系俾成渊中学嗰班人打成咁样嘅，不过咧我冇还到手啊！桑园啊，忍下就过去噶啦。桑园，我块面做咩搞成咁啊？喂，我先知声明啊，我根本就冇同人打过交啊！你话冇就冇啦。昨日我同其他老师倾过你哋嘅事，佢哋话处罚太过轻、啊。咩话？所以我就决定加多一条条件啦，你哋要喺三日之后嘅理科测验，全部都要攞到50分。吓、啊，理科测验要攞50分啊？记住啊，是但一个攞唔到50分都唔准再做兼职啊！切，蠢材，咁啊容易啦，系咁一米下咪掂咯？我上一次测验冇乜点读都可以攞到45分啦、啊，得咗啊！我上次52分啊，大舅宝啊，你几多分啊？我啊，上次系39分，米下都掂嘅。系啦，桑园啊，你应该冇问题噶嗬。上次我啊，得7分咋？桑园你又离谱啲嘅，得7分仲少过我啊！你又好啦，咩？你有几多分啊？我有12分啊！又淡淡。你个蠢材啊，唔使担心、啊，我有心做实会做到嘅，只要开几晚通宵就不保冇问题。系咪真系咁易啊？
呢条定律好重要啊，要背熟佢先得啊。仲有呢啲都系，睇嚟桑园今次并唔系讲笑噶、啊，俾人打成咁嘅样啊，仲咁搏命刨书啊，我真系惊佢顶唔顺啊！我都好担心啊！以你啲咁嘅资质啊，就算系再勤力啊，都绝对冇可能攞到五十分。桑园佢今次真系好认真咁样、啊。嗯，乜明屋府中学嘅桑园都会读书嘅咩？今次见到你就啱啦，去棒球场我哋有嘢还翻俾你啊！好啦，你哋听住啦，我系绝对唔会还手嘅。你哋一出完戏之后就好快啲车啦。好、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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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是哪个打成你咁样噶？我哋帮你出气啊！算啦，呢啲小意思嚟啫，同蒲范嘅拳脚相比，呢啲好似同我拗痕咁嘅啫。桑园啊，啊系啦，你哋一定要好好咁样温习啊！将严酸嘅溶液通电之后，桑园真系好 man 啊！使乜讲？我咁多嘅对手之中，最有骨气就系佢噶啦。唉，我都担心你会系咁噶啦，果然真系桑园，桑园啊！喂，桑园，听日就测验噶啦，系咁冇办法啦，我入去佢个梦嗰度啦。呢度系，哎呀，蒲范休做啊！我要同你一决高下，了咗我件心事啊！喂喂喂，等阵先啊！而家最紧要系要温习理科啊！哦，理科啊，系系系，温习理科啊，比任何嘢都重要、啊。血液点解会系红色嘅咧？呢、這个问题就简单啦、啊，系因为有红血球啊嘛。红血球点会有色啊？有色素蛋白质咯。血液系点会凝固噶？系因为血液度有血小板。好嘢，好嘢。二氧化碳同氧气产生化学作用，咁呢个化学作用呢，喂，你睇下係桑园喎，听讲话佢最近係人打佢都唔肯还手啊，係咁就同佢玩餐饱啦。喂，你行先企喺度啊，桑园啊，桑园啊，我叫你咪走啊。喂喂喂，咁难先将啲嘢塞入佢个脑度，俾你哋打一打完咩都唔记得晒㗎。好啊，系啊，你几个要打嘅就同我打。哦，喂，做乜鬼停低呀？冇嘢啊，好似有阵阴风咁，我谂都系算数啦。你唔好喺度乱咁急啦，喐手啦，你扮衰人啦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真系怪啊，系啦，走啊！你哋咪走啊！美沙子，美沙子。呢、這个女仔晕咗，好啦，虽然牡丹曾经吩咐过我唔好立面上人嘅身嘅，不过而家冇办法啦。你做乜嘢，美沙子？呀，好苦啊，美沙子！你收我企喺度啊！做乜鬼啊！我先系你哋嘅对手啊！好快啊！你班衰人嘅所作所为，简直令人反胃啊！
舒服晒。哎呀，桑园呢？明明背熟咗噶啦，点解会谂极都谂唔起啦？桑园啊，你试下谂翻寻晚嗰个梦啦。啊，谂到啦，谂到。大九宝啊，50分我绝对冇问题。啊，桑园啊，你系咪讲真噶？哦，我喺张题目纸度写低晒嗰啲答案噶啦，自己又计过好多次，一定唔会错嘅。我应该咧有53分嘅。咁就好啦。哇，你真系好犀利喎，桑园。使乜讲啊，大丈夫要守诺言㗎嘛。好嘢喎，桑园你今次真係做得好好啊。哦哈。哎呀，咩话桑园今次测验居然超过50分啦。如果佢错多一题就唔得50分啦。金家发今次嘅计划咪彻底失败。哦。明石老师啊，呢样嘢好简单嘅啫。呢一题佢根本就冇写到答案，而家咁咪得咯，系咪？又系喎。哎呀，不咁样嘅，我都戥你可惜啊，桑园。今次嘅要求对你嚟讲太过高，真系枉你辛苦咗咁耐。唔会噶，你要遵守诺言啊！大九宝唔可以再做兼职啊！绝对冇可能系咁样噶，我应该有53分，冇可能噶，我明明记得最后嗰题我有答到噶，人啊查中我个答案啊嘛，个明石咪走啊！啊，桑园，听唔听到我哋个衰神？有知啦，个衰人啊！你唔好出手啊！为咗大九宝可以继续做兼职，你通宵咁刨书，又忍咗咁耐唔打交。如果你而家一出手嘅话，就会前功尽废噶啦！桑园啊！俺を殴れば決定的だったのにな。しかしお前の点数は48点だ。どうあがこうとな。冇事啊嘛，明石老师。哦，你都见到晒噶啦，足足主任。桑园佢啊，头先发学打我喎。啊，不过你同岩本老师喺桑园嘅答案纸度做咗手脚嘅事发生在先噶噃。啊，你点会知道？其实我真系好想睇桑园打你一身噶，不过呢，佢有咁强嘅意志力，我唔想破坏佢啫。嗱，你即系将啲分数改翻正佢，快啲去啊嘛。系。哎呀，我可以继续做翻兼职啦！足中主任仲话大家都超过50分啊！系真系啊！桑园啊，为咗我令你受咗好多委屈啊！我真系好感激你啊！系呢啲事啊，算得系乜嘢？头先叫佢停手就停手，我谂佢一定系听到我讲嘢噶。不过桑园佢应该听唔到你把声噶噃。哦，但系头先佢。就算他真的听不到你把声都不紧要的，只要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心灵相通的了。我想你们一定是心灵相通的。我和桑园，你不要说令人这么反胃的事情好不好啊？有什么令人这么反胃的？咦，喂，桑园他究竟是不是见到我在这里的？当然不会啦，有可能他可以感觉到你在他的附近，不过就绝对听不到也都见不到了。多谢你。喂，桑园啊，你头先同边个讲紧嘢啊？唔知咧。
最大のピンチだ。オオカマが俺の家に火つけやがった。このままじゃ俺の体が燃えちまう。こんな時に限ってバレもいやしねえし、くそ、追っておくれか。あ、稽古の奴が火の中に飛び込みやがった。俺の体なんかどうでもいい、すぐに戻ってくるんだ稽古。次回、熱き炎、恋人の絆、伊達にあの世は見てねえぜ。